小选手个个身手不凡。国中代表队的叶梦希是全国第三名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他观念不错哎、欸。希望打到最后是不用提醒他，他自己可以这样打。曾与亚运女子冠军林元君较劲的郭梦如，从老师化身种子教练，让撞球从国小扎根。灌溉八年的撞球队成果有目共睹，小选手的训练沉稳来自扎实的苦练。那他们一年呢是两次的全国赛，那三年呢总共打了六次全国赛，那这六次全国赛呢有四次是拿到团体冠军，有两次是拿到团体第二名，就是说可以说全国赛冠军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被我们学校拿了。也重视孩子们的心理素质，半途想走的小男孩被队友斥责要有运动家精神给拉了回来。他说他要去呢。那你跟他说什么？你刚刚跟他说什么？要有运动家的精神。运动家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要把比赛要有始有终。看学姐这么准，你会做球又可以清牌吗？很羡慕。有 ，I'm boy 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用诶，不用气卡轻呼，怎么样？如何让自己进步？抖空抖后，抖空抖后。抖空抖后，多看多学，而且要多练习。这些孩子未来会不会成为撞球选手？郭教练说未必，超出在我，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培育好的撞球人才，以乐观的想法全心投入。用的本七甲金铺，多宽多好。用的本七甲金铺，多宽多好。